车把手，我这个给你。我上次就是五号线，哦，但是还是有点晒呀，主要是晒太阳了。这边也是又直接说，我这五号车道，我那天就五号车道死掉，不对，这是六号车道吧？三号车道我差不多了解了，四号车道我。S 这里挂了，也这么宽敞的车，哦，这么宽的路进去应该很容易的耶。啊，那边排队的人多不多？就那个坡道下面排队的人多不多？坡道下面，那我感觉车挺多的，那边。看到了吗？排队的。排队的。那边排队人多，太热了。